喂，听新闻说疫情不开车，车险要退保费，退多少啊？就两个月的保费打八折，才几十块，想省钱还不如比个价。我换了家保险公司，省了500多呢。退保费不如华新保险帮您省得多，足不出户就能找到数十家汽车房屋保险的最优折扣、最好价格，还能根据疫情调整保额，保费省更多。共体时间，华新保险和您认真省下每一分钱。立刻扫码上传保单，快速比价。